近日，一组汤唯版性感情趣芭比娃娃图在网络上流行。汤唯版娃娃跟真人十分相似，服装也很性感。有网友评价道：“我都不敢看了，这姑娘穿的真省布。”汤唯凭借在李安导演的《色戒》中激情一裸，裸成了一线明星，并在2007年的收官战中，凭借《色戒》里的出色演出，夺得了金马奖最佳新人。如今，不解片约不断，广告费也直逼天后巨星。一个劲儿的往上窜，当红明星范爷也嫉妒得直流口水呢。如果说裸戏让汤唯财源滚滚，人气急升，但这光荣一裸也裸出了太多困惑，不仅局限了今后的戏路，而且因急功近利，光荣一裸惨遭封杀长达几年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而且因急功近利，光荣一裸惨遭封杀长达几年。